这边完全没有砸车的吗？完全没有砸车的，一个都没有吗？没有啊。加州太多了，砸车是家常便饭。砸车玻璃，玻璃砸碎了，把你的包拿走。比如说你这里有手机什么的，给你全拿走。啊，这警察不管呀？警察不管。950美元以下的都不管，在超市里边那些黑人就进去拿着袋装东西，完了后来一查不到950就放人，如果值950美元警察抓走，抓走了再放。对，九百没新没几百货啊。你说警察你管管什么抢劫的、盗窃的、杀人的、什么打人的或者什么特别对类似的这样的事情不行吗？你管个什么那个不让人家看孩子，什么管这些？是。我说我当时我说你们在做什么呀？还有女警察钓鱼执法的，女警察扮成卖淫女然后勾引，对、女警察扮演成卖淫女然后一宿多少钱？完你来把你驾驶号抓走了。是啊，就这样，女警察是跟美国警察干这个，对啊，钓鱼执法。大案子破不了，这个案子一抓一个准，嫖客，标准的嫖客，铁证如山啊。是，谈好价钱，谈好地点了是吧？最后戴着手铐了，小弟弟三年软了。